差不多，真的？嗯，太好。哎，对了，这什么原因啊？怎么跟你说呢？通俗点，反正就是串线了，懂吗？这，哎，你连这车都维修，你太牛了吧？啊？凑合吧。这谁车呀？这个我的车呀。哦，我管别人借车，怎么样？拉风吧？啊？ 我告诉你啊，通过这件事儿，你得明白两个道理，知道吗？第一，还没学会走呢，就先别想着飞；第二，这个线路搭在不该搭的地方，就跟人开了不该开的车一样，早晚得出事儿。啊，我走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没谢谢你呢。不用谢。啊，对了，赶紧，该是谁的还给谁啊！我告诉你，这车不让上路，你非要开也没问题。 跟你爸爸妈妈道个别吧。我。飘飘香，歌声纷飞，朋友啊，请你干一杯，请你干一杯。坐下。 哎呀！老彭，你瞧你这表情，多大个事儿？你至于的吗？行行行，我以后注意啊，这事我注意。注意什么呀？ 行啊，您这顾问，你别小题大做了，这有什么呀？嗯，我都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啊！行行行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啦，这你得理解我，不就是我们老战友多年不见面了，我就多喝了几杯，我高兴啊，是不是？那你总不至于让我戒酒吧？谁说你喝酒的事儿了？你真是老糊涂了你！ 那你什么意思？刚才在餐桌上，你的老战友还有他老婆，那话里话外的你没听出来吗？拼命的要把他女儿卓慧娜和咱们贺明撮合在一起，是吗？那是好事啊！你不是正为那贺明的事着急呢吗？多一种选择，又是不好啊？哎呦，要说你就是个木头，酒坛子。你看啊。 他们家条件确实不错，有钱人，对吧？咱们呢，咱们是知识分子啊，对吧？他们两个将来要是好了，结了婚在一起，那两家的气氛能融合在一起吗？你看刚才说话，三句话里面带个钱字，钱钱钱，难道钱就真的那么重要吗？我们又不是过不下去日子。明白了，老板，你这真不愧是。 哲学教授，你那逻辑就是，知识分子就不能有钱，要钱的肯定没知识，是不是？行，我明白了，我以后跟他们保持距离，这总可以了吧？没一句话你能说到点上的，正常的社交距离就可以了。嗯，好，好。那个卓慧娜呢？我渴。谁叫你喝那么多酒的？ 渴死你！哎，啊，是，我知道了。对对对对对，您说话像纸。好了，拜拜。嗯，不是你说这种。 轮番轰炸，谁受得了呀？上午是我姨妈，这会儿又是我哥，他们俩放在一起，什么手榴弹啊、冲锋枪啊，都黯然失色。哎呀，他们这不是为你好啊！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！这个我明白，可是我不是小孩子了。
那你打算怎么办呀？还对你们家那个冯……哎，你别跟我……哎，你说那个时候，曹操啊，身上是不是放什么窃听器了？否则为什么别人一说的坏话，他就马上出现呢？啊？怎么了？哎，你先稍等，好吧，好吧，那你跟人家好好的聊一聊啊，我先上去了。 喂，什么事儿啊？我不太舒服。我跟你说个事儿啊，我已经2个月没有来大姨妈了，我是不是怀孕了呀？怀孕？大姐，你能不能小点声？你在公司呢？这事儿我也不敢跟别人说呀，我也没告诉冯小春。不是你为什么不告诉他呀？这又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，这是你们两个人的责任，好吗？不是，他让我吃药，我怕胖。没吃呀。 胃病安全期不会有问题的。那要不然我带你去医院查一查吧。不要，我们两个人要不先买验孕棒试一试吧。如果中了，我们再去医院。那要是真怀了怎么办啊？啊，顾不了那么多了，我们先试一试再说吧。我们两个人约一会儿见面啊，就这么定了。行，我去找你吧。 你说你在哪儿，你也不行，你非得开个房，那楼下前台人怎么看咱俩，还以为咱俩怎么了？怕什么呀？我不是紧张吗？再加上这又没有人，干坏事儿得有个干坏事儿的样子呀。还笑呢你？赶紧的吧。就是。赶紧的吧，拿出来呀、啊。啊，那个。 亲爱的，我麻烦你了。干嘛？你就帮我一个忙吧，就这一次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就去帮我买一个东西，好不好呀？你没买呀？我没买呀。你为什么不买？你自个儿用东西买去呀。我不是北京人吗？这离我们家多近呢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我要是出门碰到熟人了呢？他要是告诉我姨妈了呢？ 肯定会高血压，你也知道我哥那脾气多火爆呀！哎呀，行了，你哥要火爆，那全世界男人都是火药桶啊！哎，我嬉皮笑脸的，我真拿你没辙了，我都。讨厌死你了！早起早回啊！讨厌死你！快点啊！姐姐回来了。你脸皮薄，那我脸皮也没那么厚啊。 我们家苏信呢，劳模就是劳模，你看笔啊、本子啊都随身携带。怎么还写上了？你写什么？哎，亲爱的，都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完美的，你呢，就是那个没有人。你才没有人呢！我走了啊！哎，别走，你再买点东西。不是你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 你又让我买避孕的，又要买验孕的，我一个大姑娘家，家丑情何以堪呀！你又不是不了解冯小春那个人，他一介书生的，清高，他从来不跟剧烈的地方，每次都让我吃药，那我不是怕胖吗？反正你都去买，你就顺便帮我买吧，我保证，下次我去昌平，我自己打一车，我自己去买。我告诉你没下次啊！我去等你。
请我吃饭，必须的，两顿，必须的。等着我，再见。丽萍在吗？哎，丽萍。哎，来了。啊，对，有西瓜霜吗？哎，我儿子贺明啊，可能是工作太忙，有点上火，再推荐点别的药。哎，好嘞。哎，对，正好，你帮我看一下，这啥药啊？你眼神好，快帮我看看啥药啊？验孕棒、安全套，谁的呀？哎呦，那你问我干嘛呀？真是。您要多少？两盒。哦，一共是116。哦哦，来，不用找了啊。哎，于思。干嘛去啊？我出去一趟，马上回来。你知道妈刚才在药店里看见谁了吗？谁啊？上次跟你相亲的那个于思。哦，哦，他呀，哎，苏进不是，于思生病了。他生病，你知道他跑到药店里去买什么？验孕棒、避孕套，一买都买两个。现在这种女孩子真是千万不能沾，尤其是外地的，一旦沾上啊，甩都甩不掉，真是造孽。好了，早去早回啊。哎呀，来来来来，你坐回来。哎呀，辛苦你了，你受累了。快快快，快歇着，快歇着。辛苦了，亲爱的。你干嘛？干嘛买两盒？你让我试多少次呀？哎，跟你说话呢。你知道我刚才碰到谁了吗？谁呀？张鹤鸣他妈妈。也太巧了吧！那能认出你没有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戴着帽子呢。哎呀，烦死了，都是因为你。是是是，这次都是我不好，我向你赔罪。我们家亲爱的对我最好了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反正多一盒又不要钱，你给我一块试吧。我又没怀孕，我试什么呀？怕什么？试着玩呗。走吧，一起来。亲爱的，你说哪一根是我的呀？这还用想吗？这两道杠是你的呀。哎呀，我真的好开心呀，可以当干妈了。不是说月经不调不容易怀孕吗？我怎么就中标了呢？我，哎，你别说，这一题我还有点恶心。这么快呀？估计有2个月了。那赶紧告诉孩子他爸呀！不行，这事儿不准告诉樊小春。我不太想要这个孩子。啊？你为什么不要啊？我都已经跟他说好了，同意他再去考一次研。我这个时候告诉他我怀孕了，感觉我是故意的，他考不上会怪我一辈子的。不是你之前不同意他考研吗？什么时候又反悔了？他想考就让他考吧。他跟我说这是他目前为止唯一想做和能做的事儿。反正你自个儿想好吧。哎，这也不耽误你生孩子呀。反正你们家条件还不错，你哥那么好，让你哥哥带呗。我哥不行不行不行，有什么不行的呀？你想啊，樊小春为什么要考研？就是因为怕我们家里人瞧不起他呀。如果让我们家里人来照顾这个孩子的话，他的自尊心放哪？哎呦喂，你可真是我的大小姐，这个时候你还考虑他的自尊心？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？有没有想过你的宝宝呀？哎呀，我不是想跟人家好吗？这事我再想想，替我保密啊！你真是个傻妞啊！
来了。您坐这儿。啊？怎么了？问你个事儿，你是不是怀孕了？啊？你妈跟你说的？对啊，她在药房见着你了。哎，这你先听我解。说明这事儿是真的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啊不是，我去药店是真的，但我没怀孕，我是帮于思买。验孕棒。你有事没事我看不出来呀、啊，到底怎么了？你说呀！你要是真怀孕了，我立马把你带回家见我妈去。可问题是你没怀孕，还是让我妈给撞上了。你说我妈只能以为你我行为不检点，被人搞大肚子是吧？啊，合着你急着白脸的跑过来是兴师问罪的呀？当然不是啦。什么不是啊？我要是没怀孕，就是我生活作风有问题；我要是怀孕了，就是未婚先孕。反正我里外里都不是人。你要真怀孕了，这事儿就好办了，你知道吗？哪儿好办了呀？你刚才以为我怀孕的时候，你看那张脸是好办的脸吗？苏静，我跟你说，之前相亲那次你就成心捣乱，对吧？完了这次，我是真想赶紧把你娶进家门去。可问题是我妈现在对你一点好印象都没有了。你说我夹在中间，我怎么办呀？你说怎么办呀？我怎么知道怎么办？反正就是我错了，我错在我就不应该是外地人，我就不应该看上你这个北京人。这跟北京外地有关系吗？怎么没关系啊？站长，哎，你好。啊，对对对。怎么了？丧不打眼的。多信息你都不看呀、啊？不赚钱过日子了？不想看，看就生气。干嘛、啊？生小春的气啊？我现在流的泪和汗，就是当年找男朋友的时候脑子里进的水。哎，那个事儿，你不打算跟小春说了？我跟他说什么呀？他要是同意了，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？他没有工作了，我想正常死亡，不想让我姨妈和我哥的口水把我给淹死。他要不同意，我说了也白说。那你打算？打算什么呀？我这算盘珠子没拨弄两下，珠子都已经撒一地了，心里烦，什么也不知道我。哎，你说我天天给人设计婚纱，我自己倒穿不上，还是小的时候好，什么都不用穿，就穿一小裤衩就行了。你现在连小裤衩都不用穿，我。行了，你快坐下吧。哎呦，我也烦死了。我看出来了，比我好不到哪儿去。说怎么了？我就是公司上的事儿，跟你不一样。得了吧，妞，我还不了解你。工作上的事儿能把你折磨成这样？别让公事为你家张鹤鸣背黑锅。哎，不过你得催催他，你们俩赶紧的。这图纸我画好多久了？再放就烂了。啊？还不是因为你，那天我给你买那个东西，他妈看见了，回去就给张鹤鸣告黑状。那，那就是张鹤鸣的不是了，他怎么能这个时候不向着你呢？你将来要嫁给他，你得吃多少哑巴亏啊，是不是？说的就是呢。闺蜜是什么？闺蜜就得关键时候我跟你站在同一个战线，然后一致对外。必须的，必须的，这事儿他必须跟你道歉。他要是不来找你，我就找他去。他跟我道歉。母猪都能上树了，可能吗？哎，谁都别上树啊，多累呀！哎，老婆，不是老婆，老婆，老婆，哎，老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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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，我就说几句话，我说完你就走，你说吧。那。那个，你说不说了？你不说我走了。说说说说说，你弄得我都不会说了都。就是，当时我知道你怀孕的时候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你没怀孕，我以为你怀孕的时候，我态度确实不好。
但是我当时也确实有点着急了，所以呢，我在这儿向你道歉，真的。同时，我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想不想听？不想听。我就知道你不想听，但是我也得告诉你，我要升职加薪了。恭喜你啊！不客气。关我什么事儿啊？怎么不关你事儿啊？对，关我事儿，确实关我事儿。对呀、啊。你升职了，那我就更配不上你了，对吧，北京人？咱能不能好好说话呀？我知道，你呢，已经等不了了。我也一样啊。你说我天天跟我妈这儿打游击的生活，我也受不了啊。但是如果我这么劈头盖脸的直接跟她说，她肯定受不了。所以呢，现在不一样，我马上升职加薪了。这样，我不仅在家里有话语权，而且我还能给你更好的生活，一举两得。说的真好听，不是？好吧，我保证，短时间内我一定拿下我妈，让你光明正大的攻入我们家城池。谁要攻入你们家城池啊？说的我求之不得一样。我怎么了？吃错药了？我怎么老说错话呀？来，重来。我保证，短时间内。我死乞白咧的跪求你下嫁到我们家，行不行？啊！无赖！哎，好老婆，不生气。啊？干嘛？我的女人。啊，你的女人，你的女人。好了好了，你们俩和好，我就放心了，我走了。哎，回家去吧。哎，姐们儿，谢谢啊。哎，有事说话啊。放心，走了。你的孩子啊？我怎么是我的孩子呢？不是你的孩子，你说什么话呀？他爸还没说话，你不是他女人吗？你看，晚上还逛街吗？啊，逛。真好看，好看吗？大呀，你看多舒服、啊。累人呐、啊！哎呀，这每天这收拾浪费时间。那咱俩换换。你们家都漂亮。嗯，来喝水。哎呦，别客气了，谢谢。上一次啊，我们家那个尼斯去见你之后啊，我就想去找你，这不忙，再加上身体不舒服，咳嗽，耽搁了，让你跑一趟。客气什么呀？咱们俩的交情，你不说这些啊？我是想啊，你说我们家于思啊，真的没福气。这贺明多好的小伙子，哪儿的话呀？就说明他们两个没缘分呗。说不定以后于思能找个更好的。我回来了，欢迎你们。于思今天回来这么早，带来客人了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许芝阿姨。啊，我们见过。他是于思，啊不不不不，他不是于思，他是雪芝，我侄女，他不是于思，谁是啊？如果你是于思的话，那天那个自称于思的人又是谁呢？这丫头，是不是找人替你去的？没有，我去了姨妈，我和苏静去的。我明白了，那天你们两个换了个个儿，苏静说他是于思。于思，你说是苏静，你这丫头，你是不乐意啊？你说一声啊！你这不胡闹吗？阿姨怎么看你？
一会儿给你哥打电话，让他过来评评理。别，姨妈，你别跟我哥打电话，别跟我哥说。还怕你哥？雨思，阿姨请求你，能不能跟我讲实话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阿姨，这件事情是我们不好，我向您道歉。但是这件事儿绝对不是我的主意。如果您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您回家问您儿子张鹤鸣吧。鹤鸣也知道，鹤鸣也掺和进去了。这他们串通到一起了。不是妈，您倒是说句话呀！你都不想跟我坦白什么，你让我说什么呀？养儿不孝，不如不养啊！瞧您扯哪儿去了？我不是跟您说了吗？于思她有男朋友，她来相亲呢，纯粹就是为了应付。而这个苏进呢，又是她的好姐们儿，所以帮个忙。于思的态度却有问题，他辜负了我跟他阿姨的一片好心，他跑来应付一下我可以理解，他完全可以当着我们的面把事情解释清楚。可是他不是怕您，不是，他不是怕咱接受不了吗？哦，这样我们就能接受了。他跟你之间不来电，我们可以理解，但他用不着找一个人冒牌来啊，这什么行为？这是野蛮的欺骗。欺诈行为！哟，这哪有那么严重？还野蛮？还有那个苏进，就算他为朋友义气相助，可是我仔细想了整个过程，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针对你、针对我的，远不像事情的表面呈现的那么简单呢。其实这事儿吧，说简单就简单，你就别往深里边挖那层意思就完了。这么说，让你妈我说中了。这里面还有其他原因？不是，没有没有，真没有。我看，好吧。哎，妈妈，我不给。哎呀呀呀，您别生气，妈。您有什么话您说行不行？您别生气啊，妈。你跟苏进是不是早就认识？对。你跟妈说句实话，你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？那个关系？哪个关系啊？恋爱关系。不是妈，您听我说，我为什么不告诉您呢？就是因为他不是北京的，所以我一直不敢呀。您看那天吧，他陪着于思去咖啡馆，哎，没想到我背着他相亲呢。您说这搁谁谁不生气，对吧？所以他一气之下就。你跟我说句实话，你们在一起多久了？三个星期？三个月？三年？不是。你气死我了！你别生气。妈原来一直怎么跟你说的？妈是大学教授，我看过太多的大学生谈恋爱了。妈从来没有反对过你谈恋爱，没有，而且一直鼓励你去谈恋爱。对对对对。但是妈从头到尾就有一个要求，就希望你能找一个北京的女孩。你怎么偏偏就？你还瞒了我这么久，啊？你现在还学会撒谎了？看看你，你现在这是什么德行了？妈，您看您说这话，您要是侮辱我可以，但是绝对不能侮辱我妈。我可是我妈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，对不对？您看我这德行，那完全就是随了我爸和我妈了。我爸和我妈那就是我的原厂制造商。所以说呢，您要是夸我，那有可能就是夸我自己；但是如果要骂我的话，行了，臭小子，别跟我这耍贫嘴了。既然你是谈恋爱。他应该对我这个长辈有起码的尊重吧？我那天跟他去见面，不管他是有意无意，他有把我这个长辈放在眼里吗？啊，说出话来句句那么难听。啊，对了，还有，我在那个药房里碰见他，他去买那个什么，你们之间是不是？没有，他是喷的，不是他替他们同事买的。既然是替同事买，干嘛见着我躲躲闪闪、遮遮掩掩的？这分明就是做贼心虚，那肯定心虚啊，那搁我也心虚啊，这解释不清楚啊，那种场合您说呢？你说你妈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吗？我跟她只见过两次面，哪次她做了应该做的事情了？欺上瞒下，顶撞长辈，作风不良，动机不纯，
您看，您也不了解人家，咱就别妄下定论。我用不着了解她，这样的女孩子我见多了。分手。啊？这样的女孩子，我是坚决不同意她进咱们家门的。你心里要是还有你这个妈，你就跟她趁早分手。来了。不叫她了。让她好好的反省反省。我终于明白了。您又明白什么了？不是，你要明白什么？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老是有点紧张。你没喝就醉了？啊，不是，真的。你听我说啊，贺明当初上大学的时候，我就经常问他，我说你谈恋爱了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大学毕业三年了，我问他还跟我说没有。可结果呢？我最担心的事情就发生了。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是说咱儿子不正常吧？哎呦，您真是文艺界出来的，想象力太丰富了。他给咱们找了一个外地女孩。外地女孩怎么了？哎呦，你没看见那个苏进啊？我见了两回，那个劲儿。算了，我懒得提他。哎，对，赶紧把你战友那个电话一会儿给我，我给他们打个电话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想约他女儿卓慧娜。你不是要把卓慧娜跟……啊，再者说了，你不是让我跟他们保持距离吗？行了，此一时彼一时，对不对？我不是勒令他跟那个苏进分手吗？我就得给他介绍一个呀。你说让他分手的就分手啊，他会听你的呀。刚开始他肯定不乐意，但是时间久了呢，那就难说了。你看人家卓慧娜，人长得又漂亮又年轻，家境又好，再说了。她还是个北京女孩，又来，而且他们俩从小知根知底，对不对？哎，你这好像有点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啊，老婆。啊，那天你一方面说要跟他们搞保持距离，咱的原因就是因为咱是知识分子，他们就是一个行了，你也不喜欢周慧娜那个女孩子，你今儿怎么？我再不喜欢她，那也比苏进强啊。不管怎么说，卓慧娜是北京女孩，这一点就行。北京女孩，哎呀，行行，哎呀，你也不问人家贺明愿不愿意，强扭的瓜不甜。感情啊，是可以培养出来的，你我不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吗？那是我深有体会。哎，贺明，来过来吃饭。不吃了。你要出去啊？不是，找陆青去，行吗？啊，行行行，就是这么晚了，早点回来啊。哎，我说你怎么就这么让他走了呢？那还要怎么样啊？哎，你给孩子点个人空间好不好？哎，尤其现在，你让他自个儿静一静啊。行了。我也吃饱了，我也走了。你干嘛去？也请你给我一点个人空间，好不好？哎，那个是小苏吗？我是贺明的爸爸，咱们见过面的，还记得吗？哦，张叔叔啊。记得记得，你好。那个谁，你有时间吗？我想约你见个面。哦，我今天有点事儿，能不能晚点到啊？咱们七点半就在上次的咖啡店，怎么样？好的好的，七点半不见不散啊！来。哎呀，跟谁不见不散呢？什么不见不散呢？啊？跟谁还能跟谁？就那个老冯，就跟我下象棋那棋友老冯。哟，两个老头子面对面，天天鼓捣那玩意儿，
就那么有意思？他就是有意思啊！你像我们都眼看要退居二线了，就剩这么点爱好了，你还不让我们？你是这就有点太那个什么了吧？以前上班忙的时候，你瞎忙工作啊，现在快退了，你又瞎忙自己的爱好，你就不能回来陪陪我吗？啊，我对你来讲是什么老妈子呀？你是不是嫌弃我？你觉得我人老珠黄？哎呦哎呦，老婆你可别这么说，你这哪儿啊？我老婆又年轻，你还又漂亮，真的。但是，哎，真还是你说着了，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熟视则无睹啊。你说我要是不偶尔出去一趟，老天天这么面对着你，面对着，不定哪天还真许。所以你让我出去一下，我再一回来，哎呀，老婆，你看，哎呀，这更有新鲜感了，是不是？那我先出去一下啊。我看我跟你在一起啊，是如遇鲍鱼之肆，我久闻不知其臭。上当啊！干嘛？你别以为这样就算了啊！我不同意。还想怎么着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一会儿我来一朋友，到时候他见着你穿的这么有职业代表性，人家我怕毁了我正人君子的形象，你知道吗？我呸！你是正人君子，我也相信呀。行了，别逞能了。看我刚才说那两句话给你吓了，赶紧跟那帮孩子玩去啊！疯了吧你 ？OK， 没事吧你？再见，拜拜。干嘛？
亲的我不是我主动亲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以为你赢了？